世界万行台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真。一开工，你有感觉你身躯边周围的亲戚朋友有人感冒，有人讲新冠病毒又过来了，新冠病毒过来走小吹，听讲一直会拖到六月底，嘛有流感等病毒来到闹热，各项感觉也真烧伤啊！到底丢丢是要安怎来缓解、来度过？咱今日请专家来详细讲详细。首先，小介现场的来宾，头一位台大流行病学与预防医学研究所教授陈秀熙陈教授。平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第二位小儿科医师吴立新吴医师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第三位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前林秘书。主持人你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那么首先呢，咱来关心到底这新冠病毒是安怎又来咯？那么尤其呢，大家就讲，因为呢一直都无得感染着人，即马天选之人拢得着，一直到六月底、七月初，讲是疫情的高点。那照较诊所来去推算，大天有四千人会重复来感染，另外流感嘛真严重。顶礼拜新增加了32例即个重症的病例，另外还有7例流感死亡，上细汉只有7岁。那么对发病到死亡，干了3天。新冠第四波疫情慢慢个推广，未少是重复感染。疾管所公布最近7天，逐天平均新增加209例新冠本土并发症病例，比前一礼拜小快提悬。不过一直到六月底、七月初拢是伫疫情高点。目前主流病毒都是 XBB， 那照逐天确诊人数2万到2万5千例来推估，重复感染逐天3到4千人。第四波疫情的主流病毒株目前是 XBB， 那它的特色之一就是会比较容易在已经得过的人又出现重复感染。我们的推估这一波的重复感染可能是落在15%到20%之间。另外流感疫情也在增加，上礼拜增加32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，另外又增加7例死亡个案，双双创这个流感季大少新冠的记录。流感死亡个案当中，年岁上细还是南部7岁囡仔仔，本身无带病发病3天依然不治死亡。检验检查的结果确认是流感造成的这个脑炎跟心肌炎。那后来虽然经过这个给予流感抗病毒药物治疗，不过还是因为病况变化得很快，所以是在住院之后的第3天不幸的过世。高雄本土个案已经超过100例，顶礼拜增加17例本土高雄病例，中央国内高雄确诊已经128例，其中本土116例，境外移植12例。一个翠安零部分5月31日开始，医疗医术机构、护理之家、老人机构这四种场所继续维持强制挂翠安。暗过今下朝，何其何家叫何车，改做建议挂嘴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观众朋友，咱哦节目一开始，唔是要甲你恐吓，只是哦要来了解讲即摆疫情，而且还佫有特别烧热咯，是安怎即个流感哦？佮即摆已经呢开始传甲足济。啊么，即新冠病毒即摆佫来注即预防下够唔好？他都咱看到新闻大，讲重复感染的人足济。教授。这 XBB 这特性就是你感染到的，佮你传落去。啊，那么唔怕感染的人，啊，唔是佮较严重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注射咁好，即嘛？即嘛，这个 XBB 吼，其实就是过去澳洲佮美洲即嘛已经流行过。吼，目前因即嘛 XBB 差不多90%拢是 XBB。哦，所以咱是咱的病尾了，对吧？对，咱台湾通常咱拢万人差不多2到3个月，所以咱即马目前的 SBB 是60%啦，差不多60%。哦，啊60到90%差不多爱高半位。哦，依据日本的经验，日本即马嘛差不多到90%。哦，啊，这个 SBB 吼，伊已经到过去吼，咱讲的就是上原始的这武汉株嘛。哦，一直甲大家讲的 Alpha、Delta 这，吼，啊，甚至甲我们讲，咱过去咱去年六月流行的 BA.2，这拢无共，就亲缘关系已经是足远啊啦，哎，
所以它完全都不是啊。所以目前你就看讲，这个牛，咱的预防下，其实对这个感染是较无效。伊主要也是咧预防伊的动静。动静。哦，所以你有注意看到，就是讲，这个变作世界吼，变作一个处在一个非常两难，就是咱希望，咱感染的人大部分拢轻症，啊，拢康复，但是咱佫无希望遐个时代，啊是遮个各个慢性病的人感染，啊莫变作中重症，吼，啊，所以这就是咱即马防疫处于一个，就是讲咱来甲中重症降低，但是咱感染也免伤过惊寒。哦，我会甲你报告一个数字啦。即个咱差不多到七月中旬，咱差不多有将近，我想差不多140万的人会感染到 XBB。140万哦。对。啊，这其实对大家听起来，大家听起来敢那真惊对不对？系啊。其实咱过去按 BA.2 甲BA.4.5甲BA.2.75，咱干那这三组，咱感染的拢超过1000万啦。所以你就知影讲，这个物件就是讲无可能讲无感染啦，因为这个物件伫全世界都变作地方的流行啊。这嘛是 WHO 是安怎伊甲伊解除变作，唔是公共卫生紧急危机，伊就是甲病，咱就是甲病毒共存啊嘛。到时你有赞成讲啊，无大家来管理啊，管一下流行，不啦。咱要管流行，不爱管流行，不是你会当决定的呀，这是病毒在决定的。所以人类甲这吼，我头先没有话，佮话无。即跟咱头拄啊，等下要讲的长病毒同款，流行感已经跟咱共存的嘛。就跟咱讲，咱平常时啊，甲这已经做朋友，吼，已经朋友内底无法度做朋友的就走啊。有看咱目空车的，即。对，像 Delta 这种目空车拢走啊。吼，澳美讲这 BA.2 这嘛拢走啊。哦，你看，所以这只病毒实在太聪明，所以来个变作 XBB 的时阵，就要跟你做朋友嘛，所以爱共存。但是共存中，袂当牺牲掉咱只脆弱族群。啊，我甲大家报告，就是讲，咱四月中旬，咱的疫情是上低，中重症一礼拜差不多700个，目前咱的中重症是1400个，增加两倍。哦，所以咱伫最近，咱讲疫情升温，唔是讲伊的感染症状多，是因为咱的中重症有增加。增加。因为全世界。所以按时爱去注射啦。因为全世界哦，即马干啦，咱的中重症，因的流行嘛是拢流行嘛是足侪个案，但是因的中重症并无增加。那台湾的中重症是有增加，这点咱来特别注意。所以按时爱呼吁大家去注射。对，因为过去咱的基层诊所也好，咱病院也好，甲这些中重症其实拢控制较足好的。但是你一旦解封的时阵，突然间伤侪感染的个案，伊嘛是有可能去感染即个时代，甲即个慢性病人。所以，起码咱就是讲，即个中重症袂使让伊起来，哦，啊慢慢嘛是爱让伊降低。啊，台湾伫即个所在是较咱讲的是较劣势哦，是安怎？啊，因为其他的国家吼，伊是安怎？伊感染 SBB 了，伊的中重症会较少，因为伊过去伫 Delta 以前拢牺牲过啊。所以咱的老人变作咱的健康的韧性吼，爱搁再考验一次啦，吼，还是咱的慢性病，伊的健康韧性伫即个感染了啊，要再考验一次。啊，这吼有一点吼，会好在老人甲即个慢性病吼，搁较严重是，咱过去 BA.2 感染的，通常甲即个时间拢会再感染，迄就是头拄仔罗医生讲的，是安怎大部拢再感染，因为即个自然有感染过，本来嘛是应该讲，啊，咱感染过是毋是会当？会当保护嘛，对不对？他拍一针疫苗赶快嘛，吼！但是很抱歉，必须甲听众朋友讲，因为即个感染嘛，随时间伊慢慢啦减弱去，减弱去。所以伊即个老人啊，感染了会得着中重症，啊，佮安尼就免讲疫苗啊。你头拄仔讲疫苗，所以 WHO 唔讲，唔则开始建议，迄以前做的原始株佮 Delta 即个疫苗的成分，拢袂加喺新的疫苗内底啊，因为遐拢无去啊嘛。遐病毒拢走起，但是为着预防当重症的，应该嘛是爱去注射。当然，就是咱爱抓准这个黄金时间，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讲，你也是真正是脆弱族群，你伫六月甲七月半这段时间，我相信你也是听医生的建议，会当打疫苗的，双价疫苗去打，至少吼撑过这两个月。虽然伊无法度保护你九个月、八个月，但是两个月度过。予伊规个拢流行共存，台湾嘛是会渡过难关，啊，然后
可以走到一个平衡点啊，脆弱族群卖牺牲啊。是是是，咱临床的病症哦，到底是安怎？即摆诊所吼，病院的经营者先请教黄医师。即摆临床吼，来到你诊所的人，差不多几趴？你有当啊，大约啊抓一下，讲几趴是真正是新冠病毒啊？几趴是即个流行性感冒啊？这一旦分得出来咩？镜头会小看无同啦，吼。即摆的新冠病毒吼，其实伊镜头较轻。好，可能是小可脑疼，小可流鼻水、拍卡枪。啊，有时你若无在厝内底检，其实你嘛唔知影。所以有诶人是来，我甲你讲，伊若是脆弱族群较危险诶，因为这种人嘿，若是得着 COVID-19 是爱紧服伊抗病毒诶药啊。啊，这种人都应该爱检。嘿，啊，若是其他迄感冒，其实我嘛无得分诶。嘿，你嘛无得分，我嘛无得分，因为伊若好好啊，食药啊有好，其实伊是毋是 COVID-19 一定无重要，无重要。但是若是65岁以上的人有慢性病，啊，若是免疫系统较烂的人，这种人若是来病院，我会甲伊交代讲，你一定爱先讲家己在厝内底先做。实际上已经无得分讲，你是毋是 COVID-19。啊！你是感冒，因为嘛是中间其实分袂出来，因为流感吼啊较好区分哦。流感会规身躯酸痛，来的时阵人会虚咧的，迄较好区分。但是若 COVID-19 即马的情形，甲一般的感冒其实是你安尼看是分袂出来。我说，林秘书，恁家己的这临床的病患呢？可能一个诊所的医生的做法无讲完全同款。对我来讲呢？我逐天拢咧看这个新冠肺炎这病人一大堆啦，有当时看几下，有当看几十个嘛有一天看几下。是最近吗？还是一直拢安尼？最近啦，最近愈来愈侪啦。但是哦，我一般是安尼啦。当然对镜头，咱无法度讲看讲，你有啥物症来，你就是一定是新冠肺炎，还是讲啥物一般的感冒，还是讲流行感冒，看袂出来，那无验哪会知？啊，是安怎要验？我普通会甲别人讲，啊，你若有发烧的吼，我普通会叫伊验一下较好啦。啊，你若讲甲一般，小可扫了鼻水，算了，免验嘛，无要紧。但你若发烧，还是讲你感觉镜头较重，还是讲较脑作疼袂好诶，我啊，你验一下好啦。因为我嘛是爱记录一下，我知影讲你是一般的感冒，还是你是新冠肺炎的诊断。健保署吼，我讲一下，健保署吼，较早有反作者医生治疗迄新冠肺炎，但是即摆拢无要还钱啊！你知毋知？即摆拢叫我用健保去付即个新冠肺炎的即个案件嘛。啊，所以我嘛是爱诊断讲，你是不是新冠肺炎？确实叫他用啊咧。对啦，我嘛爱甲健保署讲者，讲你看哦，阮足侪新冠肺炎的案例伫遮哦，你一寡钱吼爱保完，袂使讲干安尼吼，干准拄好诶。阮即摆咧家己咧吸收即个新冠肺炎的案例诶费用咧，你敢知啊？开几啊百亿的钱，即摆拢无要付啊啦，即摆拢无要插伊啊。啊，我讲哦，这小段请陈教授来讲一下。即摆确实是做者新冠肺炎案例啦，我唔是讲家那个天选之人者，唔是家这俩，唔是讲第一遍确诊的。我即摆看哦，差有一半是第二摆确诊的啊，差有一半哦，一半可能是第一遍确诊，一半是第二遍确诊的。有当时第二遍确诊的比第一遍确诊的搁较侪。哇！所以。表示讲，伊较早钓过，唔是讲袂阁钓哦，嘛是照常阁钓哦。哦，因为即个病毒咧变嘛，较早是啥物 BA.2.75，即卖是啥物 XBB.1.16 嘛，对嘛？即个新的病毒，哪就流行感冒个？流行感冒嘛是咧，是安尼，当然会钓流行感冒，因为病毒会变嘛，你变一个新症出来，你就无抵抗力，你就阁钓一摆啊嘛。哦，即个一寡病，咱若讲出屁啦，还是讲出水珠。迄就是拜了，差不多永远都免疫力啊，因为迄病都未变嘛。啊，但是这个新冠肺炎甲流感会变来变去，变一个新的症出来了，你就阁无抵抗力，你就阁会得一摆啊。所以即摆足侪拢得第二摆，足侪啊。有诶得第三摆，我看报纸新闻咧讲 CDC 咧讲有一个得六七摆，我得六七摆，可能是案例是足特别的案例啦。但是我即摆感觉得第二摆足侪。足侪着，你说安尼，我伫现场吼，我已经第五礼拜，头一礼拜吼就着着，但是我有去厝边啊，那唔是，吼唔是，啊我也去诊所，诊所讲你这唔是，你也无安怎吼，
那不是啊，但是脑完全无声啦吼，观众朋友应该知，我当时拢无声，啊好啦，差不多三礼拜好了，再好差不多四五天又搁开始，啊这我这是算作是啥物？我来讲，病毒足侪种啦，你看即卖吼，即卖新冠肺炎啦，流行感冒啦，啥物？你讲到我头累的，肺炎简直。人类肺炎间质病毒，什么啊？肠病毒，肠病毒当然买掉啊。只是讲，看不是讲嘴破安尼，嘛是哪像感冒安尼咧。啊，搁有腺病毒、啊。哎，我一般腺病毒绝对病毒。咱即摆唔得讲，缺咧免疫者，免疫者就是安来的观念来。你较早拢保护了真完全，保护了真完全，病毒讲好了，我等你啦。我等你有一天你嘴眼擘开啊，你大家拢要，大家要做伙要食饭啊，我总是有一天等到你啊，即摆就等到你啊。即马等着啊！即马欠巧欠上水了。欠济啊！你欠济啊！即马欠济爱行一挂。是。哦，啊！你拄仔念念念念念吼，可能明年了，大概较好较好势啊。因为吼，你再应该钓拢钓过了。即马大家，你看去餐厅食餐厅食饭，啥物人咧都要挂嘴啊！啊，吼，讲大家要出来佚佗哦，要出来游览车，大家嘛拢做伙去啊。感觉有想较早讲哦，拢唔敢出门，拢唔敢出门，拢关伫厝无啊。即马大家拢嘛做伙。大家所以，女士你有赞成，还是黄女士有赞成？讲即马大家出去也是嘴暗挂起來。你若讲卡，即安尼，这两难的。我头下就讲咱个规矩，关留言。这就是我头拄仔讲的，就是讲，其实，因的做法其实同款。吼，我是较佩服林，印南医师伊伫基层，因为甲小儿科医师还是不一样。我头拄仔其实就讲，因为你讲你检的，伊讲无。但是你用什么试剂？你是做核酸检测，还是做快筛？快筛、啊，快筛，对啊，啊，快筛嘛，可能是隐性感染啦、无症状。这以前林医师嘛，你讲过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有的诊所，有的诊所，伊基层诊所，伊都无够做这些，不是讲这无重要，而是说你若讲今日啊，就轻症康复就好啊。我头拄仔讲的，但是像迄个印南医师伊做的，咱叫做症状监测。所以，以一种症状监测快筛通常都会做出来，因为伊有专门针对伊发烧，吼啊，以这种就是咱讲的症状监测。啊，其实 CDC， 咱足早就讲啊，伫伊要解封之前，阮都拢建议过，就是你要做全盘的呼吸道的定点医师。咱台湾是有这种制度哦，啊，咱的 CDC 有啊，咱的医生基层诊所有足多主动跟 CDC 合作，都报甲伊的目前的。不管是啥物，你头拄仔讲的迄各个百种的呼吸道疾病，拢会报互因，啊，伊就会去观察讲，哎，甲旧年比较，是毋是？减少啊？那有啊，那这个定点医师啊，这毋是无啊，啊，所以即马是毋是因为无钱，还是头拄仔讲的就是讲，其实基层诊所，我嘛讲讲，因从这视讯迄当中拢停了伤紧，因为你想即马伊个要恢复视讯有效无？当然嘛有效。你看有的老人家即马伊嘛无啥敢去哦。因为伊听到这再来再感染，所以过去咱在咧讲，就是主要就是讲，你要安怎伫这个因应体系来过，像林医师这种的标准呢，伊会当做定点医师，伊随时也要通报，但这种通报，你要有经费甲 support， 因为这已经唔是干那一种疾病啦。因为咱过去做三麻一风的时阵，台湾做三麻一风就是德国麻疹啊、破伤风啊，加这个小麻痹，咱过去都有这个制度做定点医师呢。就是靠安尼，咱唔只把这些疾病拢控制掉诶，迄个是伊即马作为症状检测啊，吼啊，这是有必要，因为这对万一你若有症状，你的病毒量通常拢会较悬。啊，我是猜测你若真正是，你若真正有去有感染，你的病毒量嘛无较悬啦，吼，有可能安尼，所以你快筛做袂出来。但是这不代表你的症状都拢完全拢无症状，无一定啊，因为这只病毒伊的症状也是讲，但是你嘛是，是啊，但是你也刚刚讲，你可以当做康会，表示讲啊安尼。你个会当忍受，迄有诶，你若真正无法度，你问医生，你都无法度人挖起来。我知啊，但是我诶意思是讲，你还个会当忍受，表示你诶症状吼还算是可以啦，无讲遐严重啊。你身体慢慢讲无好，嘛症状未歹安尼啊。我是讲唔敢讲好啦。我即卖意思是回头讲就是讲，是安怎即卖咱面临即个呼吸道的疾病起来？我问你，咱以前囡仔啦感染吼啊，有诶就好起啊嘛。流感嘛是感染的后期嘛，咱是靠这个人感染了后期来保护咱的社区嘛。你这三年，咱的口罩拢戴到紧紧紧，所以这个病毒要跟你做朋友的，拢走了了。所以伊这囡仔对伊拄到这种肠病毒也好，这种拢是新的朋友嘛，
新的朋友伊都无法多，所以唔只有迄、那个伊，咱讲的即卖就是防疫债的问题。其实伊唔是防疫债，就是伊的免疫系统无去用训练出来，所以伊拄到口罩解掉了，当然伊变用感染的几率就高的。啊，阮是较烦恼啦，较烦恼讲像即个像长病毒伊囡仔来去用感染，因为有可能变作并发症。啊，咱台湾就是安尼，伊若有一两个发生并发症，啊，若走去咧。啊，唔是共款，就是大家拢疼笑笑、疼命命嘛，哦啊，所以说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就是要正视啊。你现在基层医疗，老实讲，我是觉得视讯也是一个很好的，像精神疾病在这一次，哦，以及这个，哦，就发挥很大的功用啊。我感觉这就是应该要 keep 呀，唔通甲废除啊，因为你好不容易有这个数位转型，你起码甲无补助甲废除，我是感觉安尼无，包括医院。尤其这個过渡期哈，尤其你即马看医院，我替医院讲话，用医院即马嘛咧做医院评鉴呐，所以我对这個我小可有意见。我刚刚讲，你三年的疫情了，大家拢解封，报复性消费，然后大家嘛拢去聚会啥？啊，我们的医护人员即马病医，你就问，卖工大病医啦，连诊所即马拢人满为患的时阵，你大病医变哪休困呐？你看，阮跟阮合作的这主治医师，大概来，我跟你讲哦，大概约拢黄牛哦，无法度老师，我今日吼门诊拢排个120号，拢无法度。哇！我就我唔是讲，所以你即摆做这個医院评鉴是啥物意思？咱咧报复性咧消费，所以引起用报复个。所以我刚刚大概要体谅解，就是讲医院评鉴固然很重要，我知道那是我们的品质之一啊。可是一定要选择在疫情结束之后的这样的一个3到6个月。哦，底将起码你所有传染病拢起来，更不要讲慢性病、癌症、慢性病买回去搁找因啊！你起码你做这医院评鉴，对因有啥物意义？应该小前节，小前节嘛，啥物代志袂当成，对不对？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讲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在这种中退思考，要思考。所以你今天这题目的最后的讲，你讨论一个呼吸道传染病，应该不应该只针对 COVID-19 的？就刚才像来这个黄医师讲的，就是讲。你可以用很多种方法处理，可是你必须要把它当作一个系统性的，不能只处理一部分。万一国家呀，哎，丢家也无完。就所以我是做 echo， 你今天有这个节目，所以你请我来，我就欢迎。我讲，而且對我有啊，敢不敢啊？五礼拜我还是都没。我了解，你都安尼啊？你想讲黑爱，他都黄医师讲的黑爱脆弱组织。万一讲黑就是咱今天。咱真正看到这个时段，看到安尼走起，咱其实心内真艰苦，你知道嗎？因为我来讲哦，真卡一边。你看我们最近，阮的糖尿病之父戴东炎，他也是这样哦、喔。安尼讲，就走掉了、啊。哦，就是这些事情，大家要省思、而且不要觉得这三年过后，好像在这个地方天下太平了，没有啦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需要那，但我们因为我们的指挥中心已经下架了，哦，但是这下架不代表 CDC 的功能不存在。我刚才讲定点医师就是其中一个疫情监视，所以这一套东西其实 CDC 有一个完整的应该要维持的，要维持。现在请李秘书过来讲哦，啊，什么要维持啊？讲个专家。我讲，我拄啊呼应这个陈教授的讲法。3月20了，咱的 CDC 讲，你即马未使用视讯看诊去看病人啊，一定要亲身有病人，佮讲我开检已经阳性啊，我嘛爱到你的诊所。来挂号，才会使看病。我讲拜托的，会使无？也无经，也无讲，让你搁加开钱，会当让阮用电诶，这个手机啊，你看诊安尼会使无？伊讲未使，讲一定爱亲身甲诊所来。阮写一个公文，伊讲我拜托会当安尼无？无爱就无爱。我啊，你想看卖？啊，我一个病人走来我的诊所，边啊坐一个确诊的人，你是讲我这个病人会安怎？会想安怎？啊！你明明你伫厝里头开检的阳性啊，你搁叫伊亲身甲诊所来，什么目的嘛？对不？你过去都会使讲，阮用迄个手机安尼看，安尼系统安尼看，电脑看，安就会使会当申报啊！啊！你是安怎讲？一定爱确信到我的诊所来，到尾我到尾无法度，我讲好，你来我的诊所，我外口有一个门铃，你持门铃，我伫外口甲你看，我嘛无希望，因为即摆我李秘书，你甲门口口遐看？当然啦、啊。啊！无我，伊都确诊啦，又要足甘心的。明明伊都确诊啦，你讲过伊去住在我的诊所内面，啊，我诊所内面佫坐一大堆人咧。啊，你是讲一个确诊的人，佮下一寡无这个确诊的人坐做伙，互伊互相传染，安尼敢好势？
遐个病人来，知我边仔迄个人是确诊的，伊敢要甲咪坐做伙？伊敢加几百块诊所？我只要是打一个讲告示，讲你若确诊，拜托你外口一个门帘，你饲一个门帘，我去外口甲伊看，变作是安尼嘛？哇！啊，叫你即马嘛是拢在外口看，因为即马确诊的人遮侪呢。对啊，就啊，拢在外口啊。拢话我若唔知确诊的，不会讲嘛。啊，明明以为是厝的确诊嘛安尼哦。我正经是毋是安尼？我正经是吼，你若确诊，你甲阮讲，我甲你约时间，时间到你到入来，嘿，你外口等，嘿，啊，时间到你进来，啊，看了就出去，啊，阮药师去外口服药啊，所以都在家的时间可以。足费气的呢吼，无啦，啊是真正，因为吼，我讲，我若是讲一般的人来讲，我敢希望我边仔坐一个确诊的人。我敢愿意还没做伙咧坐伫遐咧看病咧看病，囡仔足侪啦。对啊，啊为囡仔咧，啊为老人咧，迄种高风险的人咧，啊你高风险人，我咧明明无代志，我搁含边仔坐坐靠近咧，啊我来一点点病，我变作危险嘛咧。所以我讲，啊你咧明明靠近，你就去坐到外口，外口我去外口甲伊看。啊你若讲你有当时啊，讲实，咱有当时唔知，有伊无伊都无去体检，唔知影，啊伊入来，我看过了，啊你等你体检，啊体检了发生过阳性，迄我就无话讲嘛，对无？啊你话你厝里已经体检过阳性啊，你是安怎来讲叫伊伫遐亲身到我的诊所来看病，安尼就无理嘛，哦，啊，因为即摆即个即新冠疫情严重上，佫比伊个流行感冒较严重一点点嘛，对无？啊你何必就讲叫伊亲身到我的诊所来看病，佮会当申报？我感觉这嘛无理啊，但是健保署讲要安尼就安尼，无法度啊，无法度只有照规定啊。照规定，我就讲啊，无你住外口，我去外口甲伊看，安尼实无安尼传染性较袂遐大啊，实无我伫诊所内面咧候诊的人会较安全一点啊，较袂讲哦啊边啊坐一个较真诶，我卖看卖，我等下。是哦，因为现在等较久啊，又等下等些时间。所以咧，呼应达陈教授所讲诶，就是整个呼吸道诶这疾病哦，咱来看吼，切啦。但是看起来有诶啊，症状足像诶啦，呼吸道融合病毒，即全年诶，像阮兜迄所诶三岁，他们对过年甲即嘛，啊，搁咧流鼻啦，有当伊流红青啦，啊，流黄诶啦，吼，啊，先看到五六个啦，看到医师就惊，讲安奈搁来啦，吼，啊，有讲啊，有即可能是上尾搁可能讲，有可能是即过敏，那么即个囡仔吼，因。规班吼八九个吼，大家敢那一敢那咧掠高铁，吼这一个，啊，即摆过来啊，搁等病毒，所以黄叔，即摆囡仔的这个情形是安怎？即摆都是少侪病毒拢同做伙，因为即摆都是咱讲的免疫复制嘛，嘿，即摆要行制啊，所以囡仔开始，因为你正经两三年拢挂嘴暗，啊，拢无去学校，无甲人接触。啊，即马开始就是嘴暗提掉，啊囡仔。啊，那正确的确太多要应该安怎？我是感觉吼，你都。今仔日有阮兜伊个，讲生日啦，早两个鸡卵糕去啦，吼，啊老师要个祝生日快乐啦，啊大家就一定当面食嘛吼。我想讲，但即今仔日要做即个长白多的节目吼，紧甲讲吼。厝里甲讲，若转来甲厝的吼，紧吼，烫衫拢烫下，换起啊，紧消毒。安尼敢对？还是讲我伤紧张啊？应该安怎正确？其实都是平常心面对啦，因为即马都是足侪病毒在环境内底。吼，啊囡仔，你若健健康康，你都去学校不要紧。嘿，啊，但是若是破病，有发烧、有流鼻水、有嗽的时阵，嘿，你若不舒服，你都在厝内底休困，去看医生。好啊，较好才转去。好，那若阿哥无烧啊，人好好，但是阿哥在流鼻水、在烧的时阵，都囡仔都挂嘴暗，都破病的人挂嘴暗，啊无破病的人不要紧。你是不是你的态度是放好自然的对吧？放好自然啊，因为你这都是必经的过程嘛。因为进前两三年，你都无拄到遮个病毒，啊，即马都是开始要慢慢啊训练咱个免疫系统，啊，你嘛是你爱安尼才会大汉啊，所以囡仔嘛是爱正常安尼去。太搞笑！其实哦，头下黄医师讲个吼，主伊个病中心是安尼啦。其实哦，咱历史咱拢行过，台湾无经过长病毒个流行，遮个流行病学个教训嘛，其实咱拢度过。咱从过去流迄个 EB71，你会记迄当阵其实就是何美香甲迄个已经过世的迄个咱伫迄个
中央嘛是咱的中央研究院是吼合作的 EB71，这就是锁住口嘛。所以当时是安怎落尾改做重症通报，就是因为你这个轻症实在讲真的是真严重，哎，迄个轻症太侪，那种重症哦，所以你爱甲过去迄套，搁摕倒来重新检视。啊，我问你，各位若有印象，咱 CDC 敢无去讲，你一个班级若有两个长病毒？听课对，有啊，拢有啊。但是敢讲今仔日 COVID-19 了，即个物件拢无准算嘛？无可能嘛？所以伊平常心讲的就讲了足好，就是讲你爱照原来监视系统啊，你长病毒够一个上重要，你勤洗手这个习惯，伫 COVID-19 好不容易养成，啊你唔是讲解封了这都坏啊？所以咱的防疫文明、防疫礼节，这嘛是爱存在啦。哦，所以老师讲，你若讲你的班上有长病毒，你的老师本来就是要义务去甲宣导，讲啊咱是唔是嘴炎，嘛是爱甲暂时戴上啊，无你就要感染嘛。啊，另外一个我是感觉目前上重要，伊实在太济啊，已经你这做这一定有一点仔白糊，因为大家感染嘛。哦，啊感染当然黄医师讲，就是我讲的讲，啊就大家啊，让伊安尼有一个免疫力。哦，但是上重要就是讲，你袂当让伊变成重症。所以你要听临床医师，哎，不断的宣导，当他出现什么症状，比如说你手足口出现上面症状，你要赶快尽快就医。长病毒的重症啊，有四个真相要注意啦。第一个就是囡仔活动歹，嗜睡，吼，本来囡仔都活跳跳嘛，啊，若一直困，拢叫袂起来，这要注意。啊，另外就是会吐，嘿，因为长病毒正常是高烧食袂落去，但是伊若一直吐，表示讲这嘛较严重。啊，另外就是困的时阵，会叫做嘿有一个名词叫做肌药性抽搐，嘿，就是囡仔困的时阵会安尼喘起来。爱困，爱困，好啊，会喘，会喘，啊，另外就是呼吸会喘，心跳足紧的，佮喘，对，这是一种症状，是长病毒爱注意迄重症的症。但是我要请教林秘书吼，听讲这长病毒啊，佮足侪种的呢吼，啊，但是表现出来外口这症状拢同款吗？无完全同款，长病毒大约有差不多70型啦，哈。七十型，对了。哦，啊，但是不是讲特型拢遐严重啦？咱较严重的有两种型较严重，一个是登白毒71型，哦，登白毒71型伫民国87年，迄阵有一个大流行，对。大流行迄阵，咱台湾大概有78个囡仔死亡，啊，有起码有几啊百个。因为脑炎，虽然伊无死亡，哦，伊阵啊新闻足济，一个活掉，但是伊脑已经受损了，歹去啊，啊，淡薄恐孤立去啊，啊，所以对迄阵开始呢，政府就对登白毒71型有较严格的规定，哦，比如讲爱一个班老两个人，一礼拜内面两个人钓钓爱停课，一个校老三个人钓钓爱停，规个班拢停起来，哦，所以对阵开始较严重，啊，所以大家也免遐惊啦。登白毒71型，唔是讲大家人钓的拢登白毒拢是71型啦。啊，佫一个是 D68，啊，这两型较严重啦。所以因为这个较严重这个型咧，所以即卖有这个疫苗出来就是安尼嘛，针对71型做这個疫苗。哦，啊，这个71型的疫苗咧，目前有两个抢出来啊，啊，将来可能热天可能开始会当。啊，即卖会当做。大概是7月开始啦，但即卖还未上市啦。我听到想讲紧出来去做。要检测了，还未上市啦。啊，但是我是讲，大家唔免遐惊啦。我是讲，登白毒遐侪型，有表现型有两种，咱一看就知影讲你是登白毒。一个就是讲，甲嘴破，迄个疱疹性咽峡的，迄个甲嘴破空，发作落去，哎，足痛的，迄个吞水呐，吞落到底吼，痛到唔敢食饭，连嘴呐都唔敢吞，就来伊流嘴呐就有。啊，一种就叫那个。手足口病的手啦、脚啦，吼，啊，加迄个嘴啦，吼，弄破，迄有水泡，吼，啊，这是两种型的，有当较有经验医生，你看就知影讲，哎，这登白毒，唔免验啦，你都唔免验，无别种病会想这个，想这个
这两种型安尼遐表现型啊。啊，实在讲吼，我那咧做节目的时阵吼，我做这图表吼，有当时我咧想讲，那一般的家长也好，还是一般的民众也好，伊无一定爱记条讲安尼，遮济这症状，讲爱分这按遮有着。伊就知影讲啊，什么症状了，紧找医师啦，创啥，安尼就是嘛，是不是安尼？那么，我这第二个问题要请教黄医师，就是讲，即马如果那是这个疫苗那注落去，但是头先听林秘书讲，这是防71型的哦，防78型的啊，无嘛？无，嘿。所以，干主干是会当，即个啊，有当是像陈教授所讲，讲主人吼，懵懵啊，会当降低即个重症的发生，其他的即个肠病毒，干嘛呢？因为71型吼，伊较容易变重症啊，嘿，所以咱大家建议讲，你去注射，嘿，啊，唔是讲你注了你都袂肠病毒哦，嘛是同款哦，你有可能诶，但是你都较袂去变重症啊呢。疫苗的目的，甲迄新冠疫苗的有小可共款啦。嘿，你即马注射，嘛是会建议嘛？即马你若是足久无注，超过3个月以上，你无确诊，来报一个。嘿，你也使注一个，尤其是脆弱族群，会建议嘛是爱注啦。陈教授，头拄仔咱讲的这个疫苗吼，注落听讲是有两剂嘛吼，啊，这保护力是安怎来看待这个疫苗啊？什么囡仔？每一个囡仔都会当做吗？还是讲特殊条件的囡仔袂当做？我是感觉讲，伊对伊个咱讲的71型是真有效啦。因为这就是咱国家其实已经发展14年了，14年才出来，嘿，这已经足够啊。所以我感觉伊只对这个这个71型应该伊保护力应该有伫80到90之间。我讲这是真有效。所以他都黄医师讲的这中重症，所以咱都较袂遐烦恼，吼。啊，咱想到最近会较烦恼呢，因为咱最近出现的就是他都我补充林医师讲的，就讲，本来一个有一型叫做艾克，吼，艾克，啊，伊艾克本来是十一型哦，我较袂遐严重，不过伊即个丢掉是艾克21型，哇，佫招一个21型出来，啊，这21型的症状吼，几乎佮他都黄医师讲的，赶快，第一舌头的变蓝色，迄就是啥样东西，就是，迄就。迄规个舌头都变蓝色，变青去，迄个是你看因爸的这个 case， 所以有小可惊到囡仔嘛，吼啊，所以对于小于5岁的囡仔，我是刚刚讲，如果你有出现任何呼吸道疾病，一定要到赶快，至少到诊所先去看，去诊所医生先看一下，对，先看一下，阿姨你看，对，阿姨来跟转介，你唔知影讲，你像你刚刚林医生意思，伊去啦。民众安尼去，去甲安尼叩门，迄是咱台湾医生的特质呢。对啊，咱台湾的医生都有这种特质。跟他转过点住嘞，你知吗？所以我前头对医疗人员，我当时刚刚讲，咱有当时吼，对因是有一点仔较残忍一点嘛。虽然大家拢刚刚讲对啦，这个职业是袂歹啦，无唔对，但是我们的医师其实就有这种特质啊。这种就是说，他们就会很认真的帮你转接。所以我过去讲，今天台湾的儿童医院少。不是今天台湾的儿童医院真的不需要，而是我们的小儿科的基层太强。我在全世界看过，就算 UK， 就算英国，那因的小儿科医师都不让的小儿科医师。好，我讲真的，咱台湾的小儿科医师，因咱过去有名的小儿科医师，那小儿科医师建立了很强的一个防火墙。所以迄当阵因的事件发生，我跟你看法是无共。我是刚刚那个是一个连接线没有接好，等到他接好之后，你看马上。咱来防卫。对，啊，我顺便讲一下，新冠肺炎哦，即个再感染就奇怪。这个我也跟两位医师报告，再感染有住院的吼，几乎无啦。我伫小区，哦，至少我伫一个小区看是零。哦，就是讲也感染，也感染的囡仔，但是再感染嘛有可能，但是伊足奇怪，伊就是未遐重症。嘿，这只病毒对咱小可较好一点嘛，但是就是对这老的啊，对这较多黄医师讲的慢性族群哦。就较歹啊，安尼，所以这就是即卖数字啦，啊，但是是不是继续安尼，拢未侵犯着小孩子，可以卖大医，这咱都唔敢安尼讲，但是目前是。所以爱是爱一切小心就对啦。啊，所以你呼吸道变作肠病毒这种物件，还是流感这种，拢对囡仔来讲，拢是一个真无像那流感当初拢怕老人甲囡仔，就是因为中这个族群咧保护你嘛，哎，免怕，啊就感染啊就好起安尼。啊，所以。等下经理姐要请教林秘书吼，咱即马吼遮侪病啦，你看吼，我这来看啊图表，我家己都看啊昏头去，等病毒啦吼，
啊，佮有头拄仔咱也袂讲着迄高珠啦，哦，高珠可能是较少，但是听起来嘛真感觉就是食阮啊阮啊呢，啊，即吼也有新冠病毒啊、流感哈，啊，佮腺病毒，即腺病毒到底是啥物？那譬如讲诺罗病毒，咱是知啦，哦，等病毒咱大学也知，即腺病毒佮是啥物啊？煞白洞嘛是历史真悠久的白洞呢，这囡仔足济啊，有诶，你看有诶一块人吼，囡仔钓钓啊，然后诶连刀线拢不冷，啊烧袂退，烧大家烧一礼拜的，都烧起都有诶，啊脑足疼诶，啊不冷，迄足济啊，啊搁有当目睭啊，有一块咧，目睭塞过，吼，就是结膜炎啦，有当目睭塞过拢有，啊有当下大会较大。迄就是作者是腺病毒引起的啦吼，啊，腺病毒一般是较细汉的囡仔较容易得啦，哦，这是腺病毒，所以唔是讲，啊，怪讲规世间的即世间的病毒吼，几千，唔知有几万种，无我唔知啦，可能起码几千种以上啦，所以你免想讲哦，以为讲你讲遐，你讲遐几样咧，干啊几项尔啦，迄病毒偌济种咧，你看。这世间都不是咱人俩，这世间足侪歹菌啊、病毒滴个，还有啥物动物啦、植物啦啥，所以生物伫这个世地球内面大概是共存啦。啊，当然你较歹话，你就去钓钓，你就去有食去啊，你就死亡就是安尼啊。所以咱人就是生起了就是得病就是安。但是你有当讲感染，有当下不是歹代志啊。譬如讲，咱讲一个，咱大伯多的妈妈，伊来讲完全拢无感染过，伊生囡仔。真危险，安怎讲呢？咱咧母亲咧怀，伊咧怀这个胎儿时阵，伊有一块空的，伊较早掉过，变个空的，走入去这个胎儿内面，啊，这个囡仔生出来了，超了半年内面有受到这个空体的保护，所以是安怎咱幼囡仔是安怎较少咧破病，甲这个因素有关系。啊，假使讲真正老母完全拢白纸一张，完全拢无得过病。伊这细囡仔可能真危险，哦，伊凊彩得一个病，因为幼囡仔抵抗力较少啊，伊若无这个抗体甲保护，伊有可能真危险，会得一个病就翘起啊。所以人咧讲养殖太过啊，吼，伊可能就是会较麻烦咯，吼，保护甲伤娇贵啊。对啦，所以我讲，咱我讲一个故事，我讲几啊摆啊。较早有一个电影安怎演的，外星人吼。走来地球，甲地球拍到歪哥起错，地球就要灭亡啊！到尾遐外星人一个全咧翘起，地球怎阁有救啊？啊是安怎会翘起？歹菌、病毒替咱做，替咱抵抗，替咱抵抗，甲这外星人毋捌伫地球，水土不服，引起这个病毒啦、歹菌，伊着着这个病毒、歹菌，伊无抵抗啦，伊毋捌着过嘛，所以就一个翘起，一个翘起就死啊！就是安尼来啊！唔是讲安尼啦，即白金的诶战争，你看有阵时啊，较早西班牙攻迄个中南美洲遐的迄阵，因甲一寡天花带入去，甲遐的天花，因为因较早拢得过天花，所以因有抵抗力。但是天花传到迄个因遐原住民了，遐原住民一个翘去，一个翘去，就是安来啊。所以即个你无免疫力，你无法度伫地球生存。啊，当然你头壳着着即个病就当。一寡人会翘起，但是老落来遐个人，迄个症较强，有抵抗力，就是安尼来啦。所以咱即个我咪讲，即个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吼，即就是安来嘛。目竞天择，吼，适者生存嘛，就是安尼啊。所以恁即个世间咱即个人类，是安怎活到即嘛？较早拢一寡着咧什么病什么病啊，老出来症可能较好个症。啊，所以会当抵抗。当然，环境若阁改变，有通迄个症阁无适应环境，会阁死，还阁留一寡较强的人落来，这是有可能的。咱徛在这个生物学吼，这是世界历史的这个观点嘛，当然是物竞天择啦吼，适者生存。但是呢，叫爸母是心情放袂落去啦吼。啊，乃至到讲啊，不如咱来强调讲，要加强咱家己的免疫力。啊，这平常时。吴医师，你拢安怎甲这个这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讲讲，安怎可以加强这个免疫力？免疫力吼，那是要好吼，有四个爱注意的代志。好，上重要第一，囡仔爱困阿爸，嘿，即马就困好爸，嘿，你若困好爸，困得好。
嘿，身体的抵抗力会较好。好、啊，另外吼爱食了好，嘿，营养爱家己顾，吼，袂使食零食伤济，嘿，爱诶应该爱均衡的饮食，嘿，这嘛足重要诶。好啊，另外第三个吼爱运动，好，即马足侪囡仔吼拢关咧厝内底，拢无伫外口走诶嘛吼。适当的运动，这嘛足重要诶。好，另外第四个心情爱好，这囡仔袂使随耍不嘛，嘿，爱对伊较好。即听起来就甲大人赶快差不多。对，大人甲囡仔拢赶快，这四个代志吼，你若拢有做好吼，你会变伊会足会较好，嘿，这是上重要诶。啊，囡仔敢落爱讲特别甲补充什么维他命啊，什么有诶无诶呢？其实免，嘿，你若是拢有食均衡饮食，其实是免。即也是自然的较好，自然的较好。重足重要，伊用是爱开钱去做，公费的当然是免开钱吼。啊，但是有一寡自费疫苗爱做，伊用是足重要的代志。譬如讲，你较早大家人会出片，会出水珠，即卖人够有几个人咧出片出水珠？你若着出片，你就报出来第一版啦，头版你就报出来啊。所以你这个预防下一定爱做，预防下已经甲足侪病拢用甲无去啊！我小儿科强要倒打就是安尼来。但是这足重要的啦，因为你先让伊身体先预防先演习，吼啊，万一哪个拄着的时阵，伊都有抵抗力。温到伊那吼两岁外时阵去注意到迄个追逐的吼预防下，哎，结果卡车片也掉呢，哦，几粒啊，敢那碰啪呢吼。几回啦，两个月无注追逐啦。因为追逐这疫苗，伊是活检毒的，嘿，伊是活的，较无遐强。上去有先期款，先讲啊，你这是追逐啦，啊，只是无要紧啦，吼，啊，无发烧安尼，啊，伫脚只边啊绕袂着安尼，拄啊好，准好，啊嘛有这种方式啦，吼，这等于说，咱即摆讲到，头头你也讲到一个概念，这三冬以来，吼。咱这个世代吼，拄好像阮兜这个囡仔，拄好伫疫情中间哦来出世，吼啊，这三冬乃至到学校吼，即马学校咧上课时阵，还佫挂嘴烟呢，这你敢有赞成？我想最近这个时间是有必要啦，因为你若讲这点，伊毋捌提落来个呢。我知，但是我的意思是讲，咱可能真正爱甲这个，尤其是学校甲一般佫无共。因为你现在这个孩子，他情绪的效果很大，所以我是刚刚说，可能还是要维持在 某个社交距离跟口罩的在某些场所。因为在学校内底无办法有社交距离啦。对啦，啊，所以你无口罩要安怎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讲，咱我是刚刚爱维持啊，但是因为咱头拄仔一直咧讲的，就是讲，尤其是面对咱头拄仔讲，包括林医师讲的，怀孕妇女你有抗体，咱现在是等于处女族群呢，对伊来讲，即感染，即病毒的感染是足紧的，吼，即就是咱过去咧讲的，吼，卖讲啥，我头拄啊，甲伊 echo 刚才林医师讲的，讲你卖讲即个病毒啦，你讲咱伫肠道的微生物有几种，你都了解，我会平衡嘛，COVID-19 是毋是改变你的整个生态拢改变，包括改变你的 microbiota， 你的肠道微生物有可能啊，是毋是？啊，所以咱伫即平衡，咱伫即万物的生存之道就是要达成平衡啦。到现在为止，连癌症嘛是安尼啊，拢是共存啦。你讲要甲消灭，真困难啦。哦啊，所以我也是建议说，要平衡吼。整体而言，阮即摆拢流行啦。阮是甲临床学的，阮即摆拢伫公共卫生教育内底第一类，阮开出来是运动处方签、饮食甲营养的处方签，即拢要变做处方签啊，加一个健康势能处方签。健康食疗，嘿，英语叫做 health literacy， 就是咱的健康识人爱加强。哦，什么物件是健康的？什么？咱来个临床的知识转移变做简单呢，哦，民众也当了解啊，让医师们来把这个最简单的信息传给传播去。对，啊，你唔要话多，其实迄无啊困难啦，你若定听因讲吼，人人上口，伊就知道哦，原来这症状也注意啊。你莫想，你看 COVID-19 了，大家拢知啥物叫做 RT-PC 啊？你以前啊问什么叫 RT-PC 啊？听嘛听嘛，听无对啊，迄个是健康势能的提升。所以阮即摆拢主张，不管全年龄拢是安尼，三大处方签。哦，啊你其他的人，你不要拢去配合营养。哦，你讲要食益生菌，啊你就去参考看，即个专家安怎甲你讲，莫随便相信别人。
还是媒体顶管，还是讲这个随便就相信安尼，安尼安尼开始正确恢复免疫力之道啦。啊，安尼教授他就讲了，就我因我来问一个问题，这嘛是讲 healthcare literacy 哦，就是讲咱感冒的时阵到底，比如讲喉那是烧声，是会当啉冷滚水，吼冰滚水，因为我看哦。网络顶头文章足济啦，吼，两位医师啊，是陈教授拢来讲，有个人讲吼，即个肠病毒吼，诶，病患病了，只敢来当食冰的啦，啊，讲来看脑疼的程度啦，吼，啊，到底是爱啉冰的、啉烧的，还是啉温的，还是安怎？我来讲这个代志哦，是安怎肠病毒的人要啉冰的？哈，我是讲你手拿一个伤口。你是要捂冷水，也要捂烧水。我讲这个条，你知啊？你若有一个伤口，你捂冰水是不是较袂遐疼？捂烧水是不是愈疼？嗯，这就是安尼。当病毒的人嘴破干呢，足侪伤口，你食冰的较袂疼，不是讲食冰会当治疗当病毒啦。嘿，较袂疼。食冰较袂遐疼，较你食的落去啦。啊，佮讲。咱上所以不是讲超工啊，食鸡鸭冰啊。啊，像那个讲鸡鸭冰是甜甜的哇，你佮讲了者，你有一个伤口阵，你是捂甜的物件较袂疼，还是捂咸的物件？我买个鲜的，对啊。你个用咸的物件个鲜的，伊愈疼吧？还是你用甜甜的物件用落佮抹落，伊敢袂疼？你佮抹旁边敢袂疼？你袂疼啊。所以像那爱食冰冰。甜甜的物件，啊，啥物叫做冰冰甜甜？啊，该软软的物件，较唔爱唔爱收冻的物件，伊个刺激着。冰冰甜甜佮软软的物件，啊，就是布丁、豆花、冰淇淋。哦，唔是冰冰冰啦，冰淇淋嘛会使啦，啊，较冰的物件啦，甜甜的物件嘛，吼，啊，这拢是属于较袂引起疼的部分嘛。但是唔是讲爱调羹食啦？唔是讲食迄个真系较好伊啦，是讲。啊！你食开就入口嘛。哦，你观众朋友来知吼，唔是讲调羹食这有效啊。啊，无有滴听甲未食，有当时爱注点滴呢，有滴爱注点滴。啊，你敢安尼？你敢要愿意讲伊注点滴？你敢看较好？你会当食尽量食，啊，你就会当维持先。哦，啊，等病慢慢啊过了，伊就慢慢好。等你滴可能出来，就慢慢好。对啦。哦，是安尼。所以唔是讲食冰会当治，当病毒是讲食冰迄阵。食甜甜的物件，软软的物件，阵即有影爱健康性。食卡会落，吼啊，会当维持咱的生命，吼两三工了，伊较袂遐疼，伊就咱恢复正常嘛。哦，是这個意思。啊，那黄医师，那像我这安尼烧声啊、失声，甚至啊要去注意了美国仙丹啊，才有当啊主持节目，啊是爱啉温开水，温的滚水，还是烧滚水，还是？还是爱冷的，还是凉的？因为你即马烧声，应该是只个人无有静起来嘛。哎，有静起来的时阵，会建议讲是食温的啦，甲你身躯的温度差不多的时阵，这也较适合。哦。嘿，你若伤烧袂刺激，伤冷袂刺激，你会阁静起来。伤烧我已经无法度吞啊啦。对。嘿，所以是甲你体温差不多38至40度的这种体温，这种温度的。因为我家己的感觉是食冰的吼。会生痰啦，你会缩起来啦，会缩起来会生痰啦，所以我是家己身体的这知觉咧，甲我自我教育讲，可能爱食这甲体温差不多相近，差不多，对，你会较舒服安尼。是，就是这两项了，就肠病毒，所以无一定爱食冰的啦吼。你肠病毒，但是你拢食会了，拢不要紧啊，都无你若破病，你啥物拢会使食，因为有囡仔是破，但是伊袂疼。伊嘛是照食，安尼都不要紧，安尼免讲叫伊安那敢那只能食甜的加冷的，无一定爱安尼啦。陈教授，对我补充，刚刚两位医师讲得非常好啊，我是甲你用你的例子来提醒。其实黄医师嘛有讲过，你看咱的新冠肺炎啊，诊所都一定人要来，啊伊确诊，伊就该约时间，啊叫也药师处理，该提药啊，避免感染，这嘛是一种方式啦。啊，我是建议像碰你这种 case。你基本上都已经除了你迄个药物治疗了吼，尽量主持时间了都唔通去讲话哦，因为休困是上重要的啊。咱就是因为吼，你伊就规工都一直讲话哈啊，所以你本来正常你袂安怎，但是你基本上你已经喉咙肿起来啊，你佫一直讲话，当然伊无休困，你哪有可能会很快恢复？恢复时间会变长啦。你甲临床医生学的就是安尼，所以你要采取个人性的行为管理。
这嘛足重要诶。有当时啊，环境无都改变之后，咱就咱改变咱家己啊，无变安怎？所以伊嘛是安尼啊。今仔日确诊个人来，伊跟我讲，你紧回去，对不对？无法多啊，只有甲伊讲，无你伫外口小等者吼。这就是一种我们讲的个人健康行为管理的一种方式啦。安尼，所以我是建议安尼啊。所以阮呐，做伙吼，阮的团队组成一个足好的团队，就是讲保证民众拢足满意啦，是安怎？因为咱就是有点嘛客制化啦。哦啊，所以像你这个 case， 我真正讲真，你都掌握迄个黄金时间，就是跟他主持讲话，其他你都尽量听起对，电话卖个接吧，因为吼，歹势，我今日我即几工无爽快，哎，我紧哦，透了开来讲，挂面讲吧，对，我紧的，我讲，然后咧，你是靠嘴咧探子的，你袂使无讲，无讲就不然。我讲主持节目之外啦，但是果不其然，就蛮是爱讲一挂句啊。无啦，总是啊，也袂爱怕，对啦，啊，这尤其囡仔吼，七月份。